老师你好，我是 Nur Alia binti Samaon， 我的随身证号码是201965026。老师你好，我是 Nur Amalin Aisha binti Aman， 我的随身证号码是201945620。老师你好，我是 Fadina Zira，我的学生证号码是2019-2012。老师你好，我是 Nusara Kamila binti Muhammad Syamuddin， 我的学生证号码是2019814748。老师你好，我是 Nur Akila Yasmin binti Muhammad Anwar， 我的准身证号码是2019-2012。老师你好，我是 Tengku Amalin Najwa binti Tengku Naharudi， 我的准身证号码是2019-482308。喂，你好，你在哪里？哦，你好，我在关丹罗。好的，我在公园等你。哎呀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时间。为什么你迟到了？我迟到因为关丹罗赛事。好的，你准备好跑步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好啊。啊，我看到阿玛琳跑步。阿玛琳你好，我们一起跑步吧。法丁阿尼亚你好，好啊，跑步了，你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打羽毛球，什么事情呢？打羽毛球了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那是谁？我很好阿基拉，他是法丁，我的好朋友。我很高兴认识你阿基拉。开始的时候你们的话语成绩怎么样？我的成绩很好。考试的问题很简单。我的成绩不好，我没有复习功课，很多问题我没有回答。别难过，让我们一起为吧有考试做准备。你要成绩好，一定要多听多读多写和多说华语。好的。为什么你昨天没有来上课吗，阿基拉？我没有来上课，因为出国了巴士。哦，我先回家了，因为我和朋友要约会。好的，我也想回家，因为我要复习华语的功课。Najwa， 你从哪里来？我在办公室见美江雪，为什么？昨天我坐去 C
谢梁琪，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，你会吗？我会，别担心，我教你吧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莎拉，我们什么时候考试呢？下个月24号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还没有准备好，我很担心。我也还没有准备好。现在我要吃的是罐复习功课，你呢？好啊，我也要做功课。我们一起吃的是罐。你好，你们要买什么？我要买衣服。这件黄色的衣服很不错，漂亮。我想试一试这件衣服。我要买一双鞋子。这一双鞋子多少钱？59.99元。我要买一苹果送莎拉。谢谢，我很高兴。啊，我饿了，我们就吃东西好吗？好的，走吧。让我请你们吃饭。哇，这个饭馆里有很多人，很热闹。是啊，你们要吃什么？我要一盘辣的茶锅跳。让我看一下菜单。我也要一盘茶锅跳，我很喜欢茶锅跳。我不饿，我要一杯冷的咖啡。我很口渴。我要两杯辣茶。我看见我的朋友进饭馆了。娜佐，中午好。阿里亚，中午好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我很好。哎，法蒂，你好吗？我也很好，谢谢。下个月是开斋节，请你们来我的家。哇，我很兴奋。OK， 你们对不起，我们要回家了，再见。那就开斋节快乐！哇，你的家很热闹。阿丽亚、莎拉，开斋节快乐！请进来，把你的阿玛琳菜厨房。谢谢。哇，好多食物，我要吃沙爹、人当鸡和猪冬粉。那这阿基拉在哪里？为什么他迟到了？阿基拉在他的家，他迟到了，因为他的亲戚去买房的。哦，我的亲戚常常在第一天来拜访我。哇，那就你的蓝色的新衣服真好看。谢谢阿玛琳。阿基拉到了。大家好，开斋节快乐！我的妈妈给你们这些食物。哇，你的妈妈给好多食物。阿基拉，进来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吃这些食物。好啊，今年开斋节真有意思，我很高兴。